我们曾黑夜里出发，跋涉在乌云之下，看不到满天星光，听不见命运的回答。我们还相信有童话，绝望里会盛开鲜花，所以才十指前行，一路跟随梦的步伐。可是我们仍未知道啊，我们应该向何处寻找，我们最后会在哪里落脚，那朵花会向我们微笑。有花攀援在悬崖陡峭，有花明媚了阴暗里照，那是我们所有寻找的吗？我们仍未知道啊。让勇气在心底萌芽，要多远才能够抵达，要付出怎样的代价，也许也会有挣扎，会有人在途中倒下。可是我们仍未知道啊，我们应该向何处寻找，我们最后会在哪里落脚，那朵花会向我们微笑。有花攀援在悬崖陡峭，有花明媚了阴暗里照，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吗？我们仍未知道啊。照相。